导盲犬是不是去乜嘢地方都得？如果冇人阻止嘅话，我哋系边度都可以去噶。讲笑啫，其实我哋去公共地方搭公共交通或者去餐厅都冇问题嘅。导盲犬系咪认得路？如果成日去嘅话，应该都认得嘅。但是如果没有去过的话，当然不懂了。导盲犬是不是得白色？颜色会视乎品种和遗传，所以不一定是白色的。导盲犬会不会咬人的？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为什么有人觉得它们会咬人呢？导盲犬是经过精心挑选，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祖先，都是对人类没有攻击性的。导盲犬会不会吠？他的样子好乖啊。导盲犬都是狗仔来的，都会开心的时候有机会会，去公园和其他狗仔玩的时候都有机会会。总之导盲犬不是不会，只是你很少机会听到他们。姐，不如我们一起慢镜看多一次。